那个病人呢，他主要是觉得自己很胖啊，一两年来没有什么原因，吃的也不多，人变得特别的胖，脸圆圆的，肚皮后背的脂肪特别的多，肚皮和大腿上有很多的紫纹。从医学名字讲，我们叫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微腺瘤。它这个肿瘤虽然很小，但是它会导致我们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多，就是会导致我们的脸变圆啊，人变胖啊，免疫力低下，骨质疏松啊，血糖升高啊，这些表现啊，像我们老百姓常规说的，就是打激素打多了那种表现，不是特别的常见啊。从目前来看的话呢，促肾上皮质激素瘤没有有效的药物作为目前首选的方案，还是做手术，通过鼻腔内镜的一个微创的手术。现在病人手术之后恢复得非常好，他的激素都恢复到正常水平，肿瘤已经全切，他的外观现在逐步已经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。